所有的忧伤都可以放手，所有的重担可以放手，因为耶稣照顾我们的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。你是不是觉得是神释放你的忧伤，抑或神的爱来到哪样？爱我，神爱你，你感受到神的爱，你怎样感受到？你讲一下，感受到什么？就是自己那些伤痛啊、忧心都好似耶稣都知道的嘛，叫我不要想咯。就是感觉到来到神面前，自己那些过去那些伤痛啊，同埋那些不开心的啊，咁样来到神面前，觉得好似耶稣咁，就拥抱住我咁样咯。